这不是我的姨哥啊，这嘛，我完全不是我的头毛呢。刚刚吃饱，带别个囡仔回来。宝贝，我回来啊。 你是不是偷我无电话的时阵，偷带别个查某囡仔回来？哈，原来是这哦！哇，无怪亚纯那个找鬼工啊！亚纯，嘿啊，这耳朵甲这头鬃拢是亚纯的啊！我为着你，遐尔啊打拼照顾最细只的生理，可不拢唔捌停落来，结果你煞反背我，从坏朋友打来我刀。 你误会啊！哎呦，我拢光明正大甲你承认讲我带亚纯转来厝的啊，我哪有可能甲会乌白来啦？哎呀，那你甲我讲啊，你带王亚纯转来家要创啥？我当然是想要甲你求婚，啊，我还找人参详啊。你去讲白贼啊！安尼我即马就去找王亚纯，问伊看代志是毋是参像你讲安尼？宝贝啊！上鬼啦！ 你听我讲嘛！你敢去？我捌替伊签名，然后做过代志。我若是出手，你就准备拍地头卡。你若是无爱互我去找王浩存问好清楚，那你就代表你是不是？医生。 我即马干来当送你一卡，但我答应你，后摆咱结婚的时阵哦，我送你一卡更加大卡的。医生，叫我好无？ 我哪会知影？你是不是叫我去找王亚纯，才想去找安尼做动我？我是安那边安尼做，我的心内哦只有你尔，而且我的找王亚纯，迄是因为我阁毋知影要予你啥物惊喜。啊，你甲亚纯哦，拢是查某囡仔，啊，阿姨嘛较知影。 好啦，咱休息下好不好？来，你坐。你等我一下哦。你拍开。 你敢知影，连这卡手指吼，嘛是我专工巴肚亚纯去试过的。医生，你嫁给我好不好？查甫，我看你这个反应吼，我阁知影，你是不是愿意嫁给我？笑。